妈，这是公司刚发的饭，还热乎呢，你赶紧吃。儿子，你先吃吧。我已经吃过了，妈，你赶紧吃吧。哎，小王，原来你妈是扫大街的呀。我妈是环卫工人，但是没有环卫工人，城市哪来的干净？装什么清高啊！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妈呀，我都不敢出门，用死人了。我妈勤勤恳恳的工作，辛辛苦苦的供我读书，我们靠自己的双手挣钱，有什么好丢人的？你看看你妈，又脏又穷的，你再怎么努力，不还是在我手底下干活吗？在你手底下干活是一时的，莫欺少年穷。你还敢跟我顶嘴？不就是捡垃圾的吗？给我捡啊，捡垃圾的。哎，这不是公司的盒饭吗？谁允许你带出来的？哎，李总，我给小王的妈妈送饭，小王不领情，还把盒饭扔到地上。李总，我没有。刚才发生了什么我都看见了，职业不分高低贵贱，都是靠双手出来打拼的，你凭什么高人一等？小王啊，明天你就去人事部报到，新任主管的位置由你来当。他只是个大学毕业，我可……这个环境卫生这么好，多亏了你们。哎，对了，小王，以后啊，别给你妈带饭了，直接去咱们公司餐厅食堂吃就可以了。累了还可以休息。